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丁贵珠，欢迎收看军情新闻。中断了23档的军人一四九甲操练工作，伫咧今年2月25号已经来恢复通车了。你为着让操练会当搁再繁华再现，军人县政府也将伫咧10月30号举办这马拉松的赛事。这次的比赛分做3公里、10公里以及21公里三个组，每一组限量400个人报名，而且都是免费来参加。报名时间为10月13号正式来开始，邀请民众来参与。昆林一四九甲线草岭公路伫今年2月已经来正式恢复通车，而为着来推广当地风景以及旅游行程，昆林县政府即摆也将伫10月30号举办草岭公路下半程马拉松赛事。即摆赛事除了是免费报名，更受提供导航礼物，而且民众为现在开始就上网络来做报名。那草岭公路呢？现在无论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场域里面哈，我们很多的这些景点里面呢，其实它的分多精、负离子哈、雪松醇都非常的高哦，可以说是一个疗愈基地啊。我想欢迎大家10月30号一定要来到我们云林县哈，我们的草岭公路149甲线来见证这个历史。为了来推广这摆马拉松赛事，分馆长也特别邀请到马拉松金牌选手江介文来做代言人，而江介文也来鼓励民众踊跃参加，就算是无来走过马拉松的民众，也当以走完全程为目标，唔免来拼速度。平常没有训练的话，就以完赛的心情去跑。啊，如果你有在平常有训练的话，就是因为这条路是山路了，那你前面的速度要跑慢一点，然后下坡的时候不要说一到下坡就要加快，不是那不对。然后下坡是顺顺的，用你的6-7分力来这样跑。这摆马拉松比赛也来分组3公里、10公里以及21公里三个组别，而每一组也拢是限量400人来做参加，有些民众会当自由选择家己想要参加项目。而伫咧比赛当日，沿路要来准备训练在地特色点心和选手来补充体力。在一四九甲办理这样的一个马拉松竞赛，那他为了要推广活动，所以他除了21K 之外，另外有10K， 另外有3K 啦哦。就希望大家通通不同年龄层的人通通可以参与啊！我想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为了鼓励大家参与，所以我们之前的资讯就已经在网络已经做了一个公告。那从今天中午13号的今天中午12点开始，我们就开放报名。昆林一四九甲线草岭公路的半程马拉松赛事，为现在开始就让上网络来报名，因为名额有限，因此也请民众要来把握机会，记者讲义长报道。